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樓市思見，我是今集的主持 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施先生為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你好施先生。你好。咁最新一期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就收報175.9，按週上升咗0.12%。咁其實計上月微跌咗兩個禮拜之後，亦都連續微升咗兩個星期。咁其實施生，你認為呢一個數字對於樓市，對於我哋嘅後市有啲咩嘅啟示咧？這個數字出嚟咧，其實我發覺同社會上嘅普遍情緒或者社會上普遍傳媒上的報導呢是不算很一致的、因為我在傳媒上看到呢是給人的印象呢就是樓市呢就受到疫情的影響壓力很大、很多減價的盤啦、蝕讓啦但是數字出來反而是升的，而且是這兩禮拜升幅是追回了之前的跌幅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我估計可能是傳媒上的報導是一般人的看法，而樓市呢現在是整下變成小眾的玩意，即是不是很多人參與的，即是參與的人的看法和旁觀者的看法可能不一樣啦。那這個反應呢，其實疫情發生以來即是今年年初以來，其實股市受到很大的衝擊經濟也都受到很大的衝擊照道理呢就樓價應該跌的有些分析員說哇失業都這麼嚴重供都沒有了你怎麼供樓樓價有些估計要跌40%現在4%都跌不到所以其實這兩個反映兩個不一致的地方究竟樓價是按一般人的觀感去演變呢，抑或按參與者的取態去演變呢當然如果一般人的觀感是慢慢蔓延出來影響參與者呢，可能真的會慢慢變了看淡為主，但是市況出現膠著或者增持在疫情之後，說著說著都4個月了4個月都拉它不跌，現在疫情好轉之後還怎麼拉跌它呢？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就那些看跌或者看大跌的人都差不多是時候要檢討一下自己有沒有看錯我自己看呢就疫情雖然對經濟有影響，但是呢因為發了很多鈔票出來，而且是美國無限 QE， 歐洲日本度度都貨幣寬鬆，這些錢出來一定會在資產價格上顯現出來的，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之前那4個月樓價不跌，嚟緊再跌的機會少啲以我從前線聽翻嚟嘅情況咧，其實過去嗰一個禮拜咧就一二手嘅交投都大增嘅咁我認為可能已經係有少少轉角噶啦。咁嚟緊呢個零月出現反彈嘅機會，是多過進一步下跌的因為中原有那些前線經紀人的那些類似信心指數那些現在都已經從低過50去回50上面，所以我認為接下來是一場反彈的開始，升幅
有機會追回之前的跌幅，即是今年變成上半年可能是一個上升的半年，即是六月尾的價會高過年初的價咯。咁其實我哋睇翻近日嘅香港疫情，其實亦都稍為緩和咗啦。咁已經連續三日係零新增嘅個案，咁連續九日係零本地感染嘅個案。咁政府部門亦都宣布喺假期之後會陸續咁樣恢復上班啦。咁其實嚟緊全新一手嘅住宅項目，亦都有望去推出翻樓市啦，重新推出啦。咁其實積壓咗咁耐嘅積壓咗咁耐嘅供應，咁先生，你認為發展商會唔會有一個賣樓嘅壓力，甚至乎會減價促銷呢？我頭先話樓市反彈，所以你嘅情緒咧係同市場一般人嘅情緒一樣，所以你會覺得應該發展商要削價求售。咁如果我頭先話個市其實交投增加，發展商貨米最近去好咗。佢唔會喺賣到嘅情況去減價噶嘛？如果你話哇呢段時間一手完全停頓，貨尾又賣唔出，咁佢咪要減價咯嚇？咁另一個情況咧，照我所知咧，就前一段時間公務員話 work from home，其實咧好多冇 work 嘅，點解我話好多冇 work 咧？最簡單，我去交税啊，都交唔到。有錢收咁簡單嘅工作都做唔到，即係成個公務員根本啊，可能冇做嘢。你估真係屋企聽電話去處理啲嘢咩？我喺發展商嗰度聽到嘅情況咩咧？佢哋申請嗰啲 consent 呢段時間都冇人批嘅。我賣樓我要預售批文噶嘛。咁日曬表啲公務員喺屋企冇做嘢啊！我照我所知，一張都冇批過出嚟，而家先開工喎。咁想揀都冇得揀啦，我都冇得賣，點揀啊？所以唔係話積累咗好多盤賣唔出啊，係積累咗好多申請都未批出嚟，所以佢發展商而家先要批啲俾我啦，批啲俾我，我先有壓力要去賣。咁你批都冇批出嚟，所以頭先。那個問題咧係同現實不符嚇。如果現實政府批咗好多 consent， 積埋都未賣，咁佢咪有壓力咯？佢想賣嗰啲都未俾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我答你第一條問題嘅時候，我預期係會上升嚇。咁當然有人話：哇，先生市唔好，你都仲睇升嗱。我要講嘅咧。不是只是符合邏輯，符合好講得通的道理，我更加要講的是嚟緊嗰段時間可能出現的狀況啊嘛，唔係講得有道理啊啱噶啦嘛，你要講中先得噶嘛。我話一個月之後升。因為一個月之後跌，到時就知啦，係嘛？咁喺全球信心投資疲弱之下，咁本港嘅樓價會唔會有機會成為因此成為逆市奇葩，可以發揮呢個避險嘅作用咧？我喺呢度都講過好多次啊，咁多種投資入邊啊，其實最值得投係地產。點解係地產咧？因為地產又唔止攞嚟投，仲可以攞嚟用喎。你投資股票有咩用啊？只係等佢升值嘅啫。地產啊，我起碼攞嚟住啊，升咧，哇！我就賺埋價添。唔升我都有得住嚇。其他嘅投資咁啊，石油啊，俾咗你，哇！你揾地方裝都有排啦。石油儲存喺個油庫嗰度。是要俾租要管理要揾人睇住要搞消防安全嚇、一路擠就一路使錢買層樓哇我唔住我一路擠一路收租喎、你話幾正咧又有得升值又有得收租又有得住佢呢、這個投資咧係相對會吸引到。多一啲嘅資金，佢有使用價值嚇，亦都會租金回報。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當大量嘅金錢啊，
即係喺個市場流通嘅時候，房地產一定係會吸引到啲資金入去。喺呢個時候再寄望樓市大幅下跌，起碼香港冇咁快出現咯。咁我哋今日好多謝施生為我哋分析樓價走勢，咁我哋下集再見。